37位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就想象吧，有一天能够来到北京看一看我们的首都。36个北京志愿家庭，体验到另一个家庭的温馨。在这个暑期，因为爱心而牵手，很开心，在这里住着已经有了家的感觉。这是一次真诚的沟通，分享着快乐与温暖。他们把我当成他的第二个儿子，传递爱心，激励成长。妈妈不要担心，还有我呢。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特别节目，9月4日起每周四晚21点播出。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动感特区特别节目，请到我家来做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继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最美孝心少年的候选人，还有我们北京的30多个家庭，要一起来联欢，一起开开心心的录制这一期节目。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我们最美孝心少年的候选人在北京度过了怎样的欢乐时光。全国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我第一次去海边游泳，可高兴了，相处的特别好，就甚至能聊到深更半夜的那种。这是第一个，就第一次在别人家里一个人住这么久。这些第一次是参与请到我家来做客活动的孩子们最宝贵的收获。作为中央电视台2014年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项目的重头戏之一，请到我家来做客活动让孩子们在短短7天的相处时间里收获了快乐、真诚和温暖，都一下子长大不少。来北京的第二天，13岁的江苏姑娘何新颖就被接待家庭的王乾带去参观她的学校，一所有着100年历史的老校前门小学。他们以一个家庭的一个亲情来这儿欢迎我，这样特别感染我。这幅画上的一对小朋友就是他们俩，小女孩是北京的孙英倩，小男孩是山东的袁本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袁本良有了一个新家。孩子来的时候带了很大的一包花生，他亲手种的，亲手摘的，又是他给我们洗干净，他带过来的。这孩子这份心意，对别人的这种好意的一种回报啊，真是特别让人感动。社区还专门为杨本良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他第一次收到这么多陌生朋友送来的祝福卡。我俩在一起，我就变得越来越开心了。最老的北京城就是这个形状。河南的邹顺前13岁了，还是第一次来北京，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是从这幅50米长的画卷开始的。这画是延安的爸爸延龙花了3年时间完成的。今天北京中轴线上的风物人情都在这里了。怎么能在孩子心灵上去跟他沟通，感情上跟他去沟通，这个很重要。他不做他的工作，带着我陪着我去玩。光说印象不深，咱得走一圈。刚才那点是永定门，这是中轴路最南端的一个门，这个前面这个就是中轴线，这就是前门，这上还可以上去看看，好看吧？这建筑多漂亮，漂亮，漂亮。简单的看，让这孩子来北京玩，让他开阔视野，见世面，但这些都属于物质上的，真正在心理上，怎么能让他融入未来的社会，怎么能让他有一个平衡的心态，还是需要以后社会上再加强。很多个第一次让孩子们的北京之行值得记忆，第一次看升旗，第一次吃烤鸭，第一次听音乐会，第一次见到少儿节目的主持人，第一次感受航天城的神秘，第一次面对同样需要关爱的听障儿童，
第一次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能在他们身上感觉到父母的爱，肯定让他感觉到他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我总想给他种下一颗因，种下一个种子，给他一点希望啊，让他回去好好生活。热情、真诚、友善，通过一个拥抱、一次握手、一张稚嫩的画、一声敞开心扉的大笑，传递到孝心少年的心里。首先有请第一位孝心少年候选人张素东和他的结伴家庭，掌声欢迎。和志愿牵手家庭李嘉庚和他的爸爸妈妈。14岁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还是懵懂无知的年龄，然而对张素东来说，14岁的他已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素东的爸爸年届50，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脱落，视力几乎全无，而他的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常年吃药打针。张素东从3、4岁时就成了爸爸的小眼睛，妈妈的小帮手。6、7岁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素东经常说，爸爸妈妈特别不容易，他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了我生命，这就足够了。我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报答他们，我是家里的男子汉，我要让爸爸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张素东，在平凡生活中诠释最美的亲情。他照顾爸爸多年，爸爸视力不好，而且他有一个绝活，就是会理发。因为我的爸爸他双目失明嘛，行动不方便，所以他要理个发，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我亲力亲为的，所以这么多年了，他头发一直在长，我就学会用剪刀给他剪理头发。素东呢，在家里边啊，应该说是这个起到了这个家庭支柱的这个感觉的这个作用啊。爸爸看不到，但是帮爸爸完成很多生活中这个爸爸不能自理的事情，还帮爸爸剪头发，这很棒。我看这个爸爸呀、妈妈上场之后，妈妈一直在那乐乐呵呵，家里边一个儿子一直、这回俩儿子，感觉怎么样？这几天本来是一个儿子，现在两个儿子，这个幸福感加倍了。这儿子在家跟自己本来这大儿子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孩子特别的稳当，然后那个特别懂事儿啊，那个而且呢，还有就是吃的有点少，我就看着他心疼。李嘉庚，你是打篮球的吧？这么高，你有多高？我1.83米了。我录像的时候，我都跟别人说我1.83米。你这来，你说你合适？你说你84，你比我高一点。哦，多大了年龄？我14岁了。14岁。14岁，你凭什么要长那么高？哎，张叔，你多大啊？我也14岁。也14岁。素东，这是这样啊，第一，咱得有这个先天的基因，对吧？咱爸爸妈妈哎，给这个咱们什么遗传，这个有关系。第二呢，你得常运动。第三很重要，营养得保证，好不好？来到新的家庭了，我想知道新的家庭对咱们张素东有什么看法？用一个字儿。妈妈写这个字是巧。他见了我之后呢，他就说，我给阿姨带了个礼物，就是我自己画的画。画上画的是什么？您能跟我们描述一下？画是这幅画。是那幅。嗯。画得很细致啊，他那个。每一个那个羽毛，我们看到的都非常的细致，然后画的那整个的比例啊也都非常好，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原稿，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说美术课都上的比较少。张素东，你是怎么想的？到北京要见到一个这个新的小哥哥啊，见到新的叔叔阿姨，怎么就带这么一幅画来？我感觉画画可以陶冶情操，如果把我的画送给他们，也让他们欣赏一下吧。又很有自信呢。这幅画画了多长时间？忽略吃饭睡觉用了2天吧。所以他第一次把这画送给我的时候，就当时有一种特别莫名的一种激动。我们是在里面注入了自己48个小时生命的。对对对。对不对？是。有没有老师教？非常感动。没有。那你是怎么学的画画的？我们家有个大衣柜，柜上就有这幅画，
然后我就对着他画。哇，那旁边金豆哥手里拿那几块也是你画的吗？哦，这个是我画的，我平时画的。啊，是妈妈画的。对，哦，可以啊。这个 我也是业余，就是这一段在学习画画。哦，然后我就看到了苏东很喜欢画，我就特别想把我那一学的，虽然也学了一点，但是我也想让，就是能让他能够多学一点点。以艺会友，以画会友，真棒，藏而不露啊。对啊。李嘉诚同志，这两天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都展示过什么你的才艺？嘿，我的话，你别吓唬人家啊！给我们有准备。哎呦，我会吹陶笛。对，我吹陶笛。脖子上挂那是？这也是陶笛，也是陶笛。那我们就洗耳恭听吧，陶笛的美妙声音。好的。特好奇，挂的这个也能，只能吹个哨声，是不是？就没问题，可以。你给来来。哎呀，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一毛小丸子。樱桃小丸子都吹出来了，他很聪明，音色不一样，他选的曲目也不一样。是啊，刚才李嘉庚在这吹的时候，看到妈妈手一直扶在张素东肩膀上，哎呀，真的就像那个亲娘俩一样。嗯，哎，你没这几天学学吹这个？我跟他一起上过一节课啊。嗯，结果呢？略懂一点。略懂一点啊。略懂。那你是不是也在现场给我们吹一下？要不现场教吧。我教你啊。现在什么是兄弟俩？现场教来不及。看过双簧吗？看过。你在前面演，你蹲在后面给他吹就行了，好不好？试一下啊。关键这后面躲的这个太高了，这个，稍微蹲一点。演奏的曲目是小星星。满天都是小星星。行，张思东，夸张点，晃。哎，左右晃一下，哎，兴奋点，哎。满天都是小星星，吹得真好，至少咱们姿势是非常对的。略懂略懂，感觉到位。对，最神奇的是这首歌只需要俩指头一直这样抬就可以了。是啊，一共就俩人，抖抖嗖嗖啦啦嗖。张素东，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来北京的时候，能和李嘉庚一起给我们演奏一个曲目，好不好？好，拉钩说话算数。好，可以吗？可以。小哥俩年龄一样，个头不一样，想知道谁更聪明一点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比一比，好不好？啊，我们这游戏是这么玩的啊，名字叫九九乘法表，菊萍姐姐当裁判。好，从现在开始有问题淘汰，跟不上点儿也淘汰。对，好，来，这个淘汰的立刻蹲下啊，准备。三二一，走。九九乘法表呀，三八二十四，九九乘法表呀，七八五十六，九九乘法表啊，六九五十四，九九乘法表呀，二八得十六，五十六，继续，九九乘法表呀，三八二十四，九九乘法表啊，六七。四十二，九九乘法表啊，九五。好，继续。九五是啊，我就反着出，真反应不过来。对，从你开始，我蹲下来。九九乘法表啊，八二。一十六，九九乘法表啊，三七。二十一，九九乘法表啊，九九。八十一，九九乘法表啊。七九六十三，九九乘法表啊，八六。对。哇，
八六，四十八，四十八，让你刚才给我使坏。啊，走，九九乘法表啊，六八，四十八，九九乘法表啊，六九，五十四，九九乘法表啊，七一，一得七，九九乘法表啊，二九，七十八，九九乘法表啊，四九，三十六，九九乘法表啊，九五。四十五，九九乘法表啊，六九五十。行，停下，爸爸，你给你儿子出了三回六九五十四了，你怎么这样啊？这是亲儿子，我看出来了。就是、好，感谢张树东和牵手家庭，我们的李嘉庚啊，大个儿啊，同时也让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向可爱的孝心少年候选人我们的树东来学习，谢谢第一组家庭，谢谢你们，谢谢，来稍微休息一下。少年的候选人和我们的志愿牵手家庭的小伙伴共同来玩游戏，这就是飞毯行动。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掌声欢迎金豆哥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哦妈呀，快快快、哎、怎么动不了了，这在干嘛？加油，全中国的小朋友都在看着你，怎么还往后顿呢？不能往后走。现在我们自然分成两队啊，由金豆哥哥率领这三位孝心少年候选人。受冻变跟我一队了。对，黄宇哥哥呢带领这三位小朋友是一队。好，准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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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啊，红队的小选手是非常的会用劲儿。他用臀部的力量触动着地垫向前行，而蓝队的技巧呢是用手往前拽地盘，两个人的用力点不一样。好，举手举手举手，出吧出吧出吧，下一位走你。你帮到吗？你帮到吗？女孩子速度不比男孩慢，这个把屁股蹲在够呛，快快快点快点，我压力好大呀，加油加油，黄伟哥哥你能慢点吗？一会儿你们在前面好吗？哎呀，要因为我输了。吴红丽，吴红丽，加油加油，吴红丽加油，我们这个是一蹦一跳的过程。对，他怎么过来的？金豆啊，我还对他真是担点心呢，他不往前走，他转圈。对，加油，金豆哥哥加油！不行不行，费了好大的力，不许玩了，你不许玩了，啊，不许玩了！你快走，别管他了，烫到了已经。啊！哦、好累啊，松开了，松开，松开，下下来啊，放下放下，时间到。我的理解是他愿意和你做朋友，要跟你一路同行。多么羡慕你奔跑的速度，我只能看到你身后的晨雾。起来吧，所有的伙伴都围绕着。来来来，我们宣布一下结果，我在人群之外，停不下来了，也在为你欢呼，为红队欢呼，耶！输了，输了，不高兴了，我要离场了。是吗？对，我要离场了。没人拉你，没事儿。到下期节目开始录的时候，你还没到，没走到边上呢。再见。即将登场的是孝心少年候选人刘允墨和金逸林，和大家家庭，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好，真开心。在刘雨墨还未出生时，她的爸爸丢下母女俩远赴国外。5岁时，妈妈因为癌症离开人世，从此姥姥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姥姥年近70，患多种心脑血管疾病，自然就成了医院的常客。这4年来，刘雨墨经常要日夜守护在医院。为了不让姥姥太累，2年级时就决定不要姥姥来接送，每天放学后就帮姥姥摘菜、洗菜，做完家务才肯去睡觉。别的小朋友捡菜叶回家喂兔子，而对他来说，这些菜叶是珍贵的，因为每捡一次就可以和姥姥吃3-4天，节省了买菜的钱，就可以给姥姥看病。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刘雨墨，用一颗善良的心和那双稚嫩的小手，向我们诠释了当代少年最美的精神风貌。就是这样一个9岁的孩子，很小的年龄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么这次来到北京，雨墨和金艺林肯定成为了最好的伙伴，是不是？嗯，这个家里原来都是一个宝贝儿，现在有了一个，是小姐姐还是小妹妹？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来了啊。金艺林有什么变化和感受？这有一起玩的好伙伴了。啊，这几天都去哪儿玩了？去动物园了。还有什么？然后就是我们一起睡觉的时候，一起睡觉，说梦话。对，谁说梦话了？那天晚上我正睡觉，然后半夜里醒，突然听他翻了身说救我，然后我就说，我赶紧说，你说你做噩梦了吧？啊，然后结果听见他回答。哎呀，金艺林适合讲故事啊！哎，你们在动物园里还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为了个驴吃胡萝卜，把我俩手给舔了，舔了一下，没咬就不错。所以晚上做梦说救我。这俩小姑娘，我个人感觉不太怯场，到舞台中间口若悬河，挺能聊天的。对，这样。爱说话的孩子我们都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就特别爱说话。玩个游戏考考你们俩嘴皮子功夫好不好？行。好，我们这游戏就叫乒乓球，而且不需要道具。徐乐姐，咱俩来一遍啊。好，一个人说一个字，前后往复，要能接得上。预备，开始。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就这样接着往下走就行了。看谁看错容易啊。哎，我们仨一对。徐乐姐姐你在这儿。好，我们就分别派出这个人来啊，一一淘汰赛。那就说你和爸爸先来，你们这边谁先来？妈妈呗，爸爸对妈妈呗，对不对？哎，有好戏看了啊！好，来，你先开始。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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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妈妈，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乓加速球，乒乒乒乒乒，等一会儿，太过了，太过了，你仗着点老婆，来，不管怎么样啊，妈妈输了，小朋友，小朋友来，预备，开始，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乒乒球，可以呀，来，我一点。我开心，两位被淘汰了。看我们徐柳姐姐的厉害，来来，老张，对，还是你，能把他们三位都淘汰，我们就特别好。好，来来，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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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乒乓。到底谁错了？输了，输了。而且他还。不行不行，我来一次。来最可怕的跟徐柳姐姐拼球，然后爸爸等比赛结束赢了之后回来问我谁赢了。我开始啊，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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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你把他赢了。他笑什么呀？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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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哈哈哈哈哈！还剩一个，预备，
咱们这样加大点难度，别乒乓球，拼了乓了球了，拼了乓了球了，好吧，加竹子啊，贝克，拼了乓了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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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不想说了，太累了是吧？特别好，特别好啊！展示了他们的风采啊！接下来友情，我相信今后无论你们长多大的时候，都会成为常联系的好朋友，是不是？嗯。好，妈妈还有什么祝福和心愿？这个刘蕊墨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懂事的小姑娘，所以呢，我们也祝愿她，也祝愿金玉林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幸福快乐。真的，回老家之后经常打电话联系，好不好？写信啊！那写信打开就俩字，拼了。好，谢谢你们，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他们。谢谢。气球运输队怎么运呢？请黄伟哥哥来宣布一下规则。大家看到一共四关，第一关的时候，球从上面过，人从下面过。第二关的时候，球和人都从杆下面过。第三关，球钻过篮筐。第四关，小姑娘啊，坐爆气球就行了。哎，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在中间谁的球落地了，从头开始。开始，开始计时。二掌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走，走你。好，现在张速东，张速东的球已经落地了。再来，再来。好，再来。哎，好，张速东准备接球，快接过去，能接的时候就接过去。好，好，开风，开风，看那风没风，风开大一点。哎，稳住了。黄伟不能帮助，好，共同穿过高杆，好， okay， 好，现在关掉一个，关掉一个，甩过来，李佳庚，哎，接过一米八三的个头，飞出来，哇，好，张速东，哎，我们的。没关系，一起来，加油！先别吹，哎，把你吹到你那边去。好，走，我关了啊！不关了，快接过去。你的风怎么那么小？哦，顺利通过地。去掉一个，你把你那去掉，哎，对，让你一个人走，对。好，看我们一米八三的啊，李佳科现在稳稳地拖住了气球，走向了第三关，一个圆圈，球从圆圈过，注意方向。哎，对，好，球就穿过，你现在赶快去接那个球，快快快，去接，去接那个球，可以可以可以，好，走，你松手。别掉地上！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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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一下，帮一下，帮一下！滚！啊！停秒！94分36秒。所以主持人行列里还是很需要这样的胖子主持人的嘛。耶，来，豆哥，来，走。哎，小乌龟，我是你的朋友。好，马永恩准备
生日快乐。你的拿开，豆哥，你的得马上拿开，推过去，你的马上拿开。快，对，好。你这颠乒乓球呢？非常好，你看把风打开呀、啊，保持住。对，把风都打开，打开都按到下面。风呢？按到下面。对，按住。现在韩家树同学准备球，哎呦，好漂亮，非常好，加油加油！好，家树接球，对对，好。别看我们家树文静，但是非常的加油加油加油！对，他哇，快拿快拿！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在四分钟内一定能够做破这个气球。加油，豆哥帮忙。走你！不够重量，帮他来，一二一个猛劲儿，好，来一二，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金哥，哎呀，稍等一下，金哥把右手的东西亮出来，我们看一眼是什么，打开，什么东西？快点，快做爆气球，啊、快，快点做爆气球，把右手亮出来，好，耶，谢谢大家兄弟。谢谢，手里拿根区别针，用时1分48秒。虽然手里拿了区别针，但是他还是用屁股做爆的。好，我非常高兴的宣布，气球运输队这个游戏获胜的是红队。耶、yeah!！欢迎。所以非常荣幸的告诉大家，蓝队获得的是亚军。恭喜！我想请出的是今天这一场的最后一组，他就是候选人马永亨和韩家树的家庭。欢迎马永亨、韩家树，韩家树的爸爸和妈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好，在河南驻马店，有一位独自照顾父亲6年的小男孩，名叫马永恩。几年前，他的父亲在一次意外当中不幸瘫痪，后来家里又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因此全家的重担就落到了当时只有8岁的小永恩身上。而现在，永恩已经上了初中，每天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亲。每天中午一放学，别的孩子都忙着去学校食堂吃饭，可小永恩却要一路小跑着往家赶。永恩的爸爸每天要从早上一直平躺到中午，为了防止身上压疮，小永恩就用一块木板将床和轮椅搭接在一起，顶着爸爸将他一点点挪到轮椅上。高大的爸爸和永恩瘦小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马永恩，一份恩情相伴永远。马永恩同学今年16岁，但是从8岁开始就照顾他卧床不起的父亲，非常了不起。你来北京最担心爸爸什么呢？我爸爸一直卧床，他怕他身上压疮。那平时在家里是不是就要时不时的就得翻身呐、啊嗯？得擦洗得特别干净才行，对吧？在老家说吃的所有的菜都是自己种的，种在院里面自己吃，对不对？对。谁做饭？我做饭。种了什么菜？番茄、黄瓜，还有豆角，是不是还种了鸡蛋，对吧？没有啊。啊啊，好，那么按照我们所有出场的候选人和志愿牵手家庭啊，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小板块，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家新来的这位孝心少年候选人。爸爸很有力量的写了一个字，实。一个呢是他是一个特别朴实的孩子，嗯，无论是在家照顾爸爸，还是到了我们这个新的家庭，虽然一周，对我们家里边的这个他的小弟弟，虽然这个家树个头比较高，但是比他是小10个月，而且呢从国外回来的时间不长，对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各方面，他心理上各方面有需要照顾的地方，永恩啊也非常耐心的带着他。其实哦，因为我们是外交官嘛，所以呢他家树4岁半的时候就跟我们到国外常住，然后我们这次常住的时间也比较长，等他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快12岁了。这次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
接待永恩，让永恩在我们家里住呢，我觉着对我们这个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到教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永恩呢到我们家来做客。家树回来之后，家树中文有问题吗？没问题吧？嗯，考试不好，不是特别好。那好，我们玩一个乒乓球的游戏。然后来到北京之后说，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们三十多个家庭，带着这个我们三十七个候选人哈。每个家庭玩法都不一样，咱们家听说有一个外交部托管班，对，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他送那儿去呢？外交部的托管班呢，是一个部委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受欢迎。咱讲讲他们俩在托管班干嘛了。对，我们有一个小视频啊，一起来看看。五岁的孩子。这天，韩家树带马永恩来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外交部托管班。这里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和韩家树的爸爸妈妈一样在外交部工作。由于爸爸妈妈的关系，这里的小朋友都去过很多国家。我去过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待了两年半。我在乌克兰常住。我去过美国洛杉矶待过四年。我从六岁到九岁在美国待呢。我去过阿斯塔纳。我在加拿大待过一个月。这个特别的环境让马永恩感觉很有趣、很新鲜。他不知道，从他一进来就有小朋友对他充满好奇呢。这个对孝心少年充满好奇的小家伙还想出难题难住马永恩。还有呢？还有问题吗？我想去问点难的问题。这个很难。孝心少年是什么？对呀。美好。我也问问你，你知道什么是孝心吗？孝心是什么？什么孝心？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还有孝敬父母。啊，对了。托管班的活动很多，最特别的就是外交官讲故事。蓝精灵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他并不了解蓝精灵的。马永恩来的这天正赶上一位常驻比利时的青年外交官给小朋友们讲比利时的动画形象。丁丁在蓝莲花里头讲的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见到了丁丁。而马永恩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来北京，那些外国国家名对他来说既陌生又遥远。马上出发了。韩家树教大家说的奇怪的意大利语，马永恩也是第一次听到。也给你们教一点意大利语。早上好，是 Buongiorno。如果这小朋友正在看我们电视节目，我跟你讲啊，这五岁孩子的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给小朋友好好讲一讲什么是孝心，什么是孝顺。中国古代有24孝，24孝的故事，我觉得是爸爸妈妈可以当做睡前故事讲给孩子听的。好好给我们讲讲你们都去哪儿玩了，有没有好玩的事儿？到每个地方都拍照吧。对，你妈有拍照技术比我好，拍的不全。这是你照拍的是吧？这是著名的故宫吗？对。你是想把后面的景拍全了？对，就告诉大家他来故宫了。对，哎，露一小脑袋。你不能想着所有人身高都跟你一样，好吧？你看这张拍的，瞧这张。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意大利当时下最流行的拍照方法，哎，看看人家给你照的，哎，哎呦，哎，你别说他的构图还是非常的有想法的。以前没照过相吧？没有。哎呦，第一次就拍摄出这么好的啊，可以说是旅游照片当中非常合格的拍照。家树呢，就是和永恩之间发生了很多第一次，都有哪些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拍照，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第一次就带一个人出去
就你们俩，大人去独立的带着他出去转北京城啊。我们第一次，永恩第一次做模型。啊，这都是你们的作品是吗？好袖珍呢。哎，我想问一下啊，永恩，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小，但是好像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是吧？对，零件一个。你觉得哪个地方做起来是最让你头疼的？就是手吧。手哈。嗯。短短的几天相处，马永恩和韩家树都给对方带来了很多的第一次。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和改变，连家树的奶奶都有不少感触。他们两个人呢，有一个共性，就是两个人都不讲话，都是内向，但是两个人心里配合很默契啊。而且那个永恩呢，也特别懂事，知道自己是个哥哥，所以呢，也就什么都照顾这个弟弟。因为他从国外才回来呢，生活、吃饭不适应了，学习也不适应。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间是现在，但是他都不懂得除他的这个生活圈以外的事情，听到永恩的这些事情，哎呀，还有比我还要困难的呢，他自己感到挺惊讶的。原来是一切都依靠家长，现在呢，他自己的责任感也加强了。带着永恩去到什么天坛呐、故宫啊，到很多地方去，自己一下他就长大了。中午怎么安排在哪儿吃饭什么，回来安排都不知道。哎呀，回来我们觉得家树长大了，他从来没有过回来的，我们平安回来的，好高兴。我觉得家树就是他可能在中文表达上不是特别的流利哈，但是他从意大利回来，意大利语应该说得很好。有没有教过他说说意大利语？你好是什么 ？Ciao。哎，再见呢？也是 Ciao。哎，打招呼再见都可以用类似的词儿，韩文好像也是。妈妈优秀的外交官是吧？常驻意大利，你让他感受一下中华语言之美，你给来段评书也行。啊，别这样。来段什么吧？家树，来。你教他们俩一块儿学。我教你们俩每人一个绕口令，你们试着说说好不好？我先教你啊，听清楚。南加利福尼亚，预备开始。南加利福尼亚，挺好，鼓掌吧，也不错啊，这个绕口令完成的不错。下面是你一样的啊，一样的，别怕啊，来听我说啊，是一样的词儿，刚才他那听清楚了啊，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是一样的啊。南加利福尼亚男子篮球队，南加利福尼亚男子篮球队，哎，这个，然后接着再，我们还可以再变长啊，叫南加利福尼亚男子篮球队，有12个男子篮球队男子队员，预备开始。南加利福尼亚，男算了，拼，球拼，拼，爸爸妈妈外交官嘛，很外向。经常的大场面，两个小朋友好像稍微内向一点。刚才这个绕口令锻炼还不够，我们再玩个游戏，爸爸妈妈都参加好吗？数青蛙，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呱呱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呱呱跳下。咕呱咕呱跳下水，就是两只青蛙了，就咕呱两下了。三只青蛙就咕呱咕呱咕呱到最后那个人跳下水。OK， 来，做好准备，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我个人感觉还比较聪明，所以呢，就从我开始啊。来，预备，开始。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咕呱跳下水。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咕呱咕呱跳下水，三只青蛙，三张嘴，六只眼睛，12条腿，蹲下，蹲下是12条腿，是，但是不能，我们不能那个，他还掰指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12条腿，咕呱咕呱跳，咕呱跳下水。
四只青蛙，四张嘴，八只眼睛，十六。十六条，十六条腿。我不玩了。云姐姐，来吧，来吧，来吧，孤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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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水。五只青蛙，五张嘴，十只眼睛，二十条腿。孤瓜，孤瓜，孤瓜，孤瓜跳，孤瓜跳下水。瓜一多了，我是真是夫妻俩。孤瓜一多就回到家之后，包括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啊，家里只要人口多，玩这游戏特别好玩，不为难你们俩了。意大利刚回来的，还有一个小内向的马永恩啊，今天表现的是不是还可以？好，掌声送给他妈。好，来休息一下，谢谢。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相信所有的孝心少年候选人和他们牵手的志愿家庭的小伙伴都有时间太短相见恨晚的感觉，你们玩得开心吗？开心，团结爱心，分享快乐。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动感特区特别节目的这一期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再会。再见。秦宇成在十一岁的时候，他自己本人为自己亲爱的爸爸做过骨髓移植。我身体上的影响一开始还是有一点，但渐渐的我就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晚上他胸了的左翻右翻。徐柳姐这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细节，秉承了我这幅画的风格。